我号做豪少，是一个电影制片。我的故事绝对无豪少。伊号做温氏，爱是导演。为了要拍电影，阮背甲痛苦。我只好介绍伊入去黑社会倒土上来赌。最新的业务进来，好好甲恁背一支炮。女主角我已经甲你做好，宝贝。导演好，你叫我小奈儿就可以了。我一定甲你拍个上好。Action！ 你还恁袂忝哦？恁袂忝我就忝的啦。